他敢毁人！哎，我笑死人了！我操，这个牛仔，哎。 小鸟了，不着急，慢慢打。 前面几天连跪，你们送福利啊？我不介意啊。丢个眼。 这主要丢眼，要手电机，又要手电机，又要手人，这个眼的意就最大化。从他外面打出去啊！ 下一个不认应该死，慢慢跑了。
搞得我想玩小丑，带个插眼，给他打个钻，打个钻再丢个眼。这边已经丢过了，这浪费了。大王子刚才没耳鸣呢。救人！有用。哎，等会儿他不会躺地上了吧？过去看一下。小僵尸去医院了，他被绑架了。我腰闪了。我理你！哎呦！快呀快呀，快快快快快快！爆盔爆盔，
挂人。这把有点亏，最主要那一刀没打着。人还被偷了。难打喽，这一把。这家就是那个板子调香师要盖着了，没打到他一刀，然后前锋那边没骚扰好。直接崩盘，突然不动了，不过这有救我的眼，接走，好像是起来要好久。
翻不过去，翻了就死。我看那边有眼，你修得动啊？ 不是先拆眼的那边墙修电机，报上人的就找他，还真被你修中了，强啊！ 两个洞口这边放了眼，应该够了。还调皮教呢。 假装自己在打训练赛一样。魔术师跑了，七点应该还有人。那手速有点慢哦。 都打到了，不亏，稳赚，我告我的人去。然后这个时候那个魔术师，哦，我以为他摸他。
杀死再说。天师在修，前锋跑了，刚跑，应该没什么球了，到帐篷了，转移出来了，直接打，没治愈了，加上自己是张狂，起不来，看你还有什么球。哎呦，好巧啊！看船上是谁吧，好像是前锋在那边修哦，先知，追一吧，咬坏了。啊！这球拉得还挺远的，挂了，应该没什么球了。亏哦，没打着。抓前锋，这些人还不能抓。这前锋哪去了？他其他人只会让自己亏。
哇，他飞起来了！完蛋！ 这医生，我的天，这么耿直，污染到飞你脸上了，还站得不动呢。 打针啊！哦。 一下飞了，他们两个人在摸，不是在当的眼皮子底下摸吗？ 人吃的人真的多。 碰了一下电机。 20%的减速，它要玩板的话玩不动。 低调的呢，没了，翻，跟结石一样，没板子，死。